小左轮，左轮，啊，又是左轮，怎么他喵的全是左轮啊？好啊，老马，有本事再给我来一把，凑成一炸。荣老师啊，咱换个地方搜吧，我怀疑这是个假 N 岗啊，搜了半天全是小彪彪啊。嗯，确实挺穷的，那走吧。哇，金色传说。走啊，婷婷同学，发什么呆呀？啊，老师啊，你 MG3 能不能？不能。不是，老师啊，你给我 MG3， 我带你吃鸡啊。不给不给，我自己也能吃鸡。哼。哎，老师，就哎，又掉大分了。留了。吓死宝宝了。你别笑，还好跑得快，要不白瞎这身装备了。老师啊，你可真是我亲老师啊。那啥，别生气了，老师带你躺机好吧。啊，你带我？怎么可？我操，什么情况什么情况？我的妈。别喊妈哦，这么客气干啥？什么情况这是？全海岛的车也没这么多吧？嘿，怕了吧？没有我，你根本过不去，好吧？臭小子，瞧把你能来的！今天就让你见识下老娘真正的实力！光子，我在。什么鬼啊？给我安排V11待遇。V11待遇啊？比我还高一级啊？你是老板，你说的算。老师，你干嘛？嘘，你说话，看我操作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刚充的V11待遇，今天就派上用场了。怎么样，婷婷同学，服不服？老师牛逼啊！开心一笑最重要，我是天成，点个关注吧。